欢迎收睇 T-Channel Ultra。 在选择蓝牙耳机的时候，除了音色之外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样关心耳机的外形设计和防水的能力的呢？能够达到以上这么多要求的话，今次这款 JBL 和 Under Armour 合作的耳机就一定啱你了。在我手上就是 JBL 联合知名品牌 Under Armour 推出的一款 JBL UA Fresh Project Rock 真无线运动耳机。在我包装上面已经看到了独特的外形加上佩戴稳固的特性，为这个运动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即刻和大家开箱，感受一下这对充满型格的耳机先。好啦，包装拆开咗啦，咁就画面上面见到咧有好多个配件啦，咁我逐一同大家介绍下先。首先咧喺呢个左手边咧就有一啲耳胶啦，咁今次咧佢系配到咧有一个咧少少嘅耳托位置嘅一款耳胶，咁就两款耳托同埋一个软身耳胶咧可以混合使用噶。咁你都可以选择咧唔用耳托，纯粹净系用耳胶咧，都一样可以咧稳固咁放喺耳仔上面噶。咁另外咧就有个 USB 充电线啦，咁充电线两边咧都有心思咁印上 Under Armour 同埋 JBL 嘅 logo 噶。咁首先咧喺个充电盒嘅上方咧就有一只公牛嘅 logo 啦。咁另外下边咧亦都印有呢个 Blood Sweat Respect 噶。咁净系见到呢三只字咧，你做起运动上嚟咧都唔想停噶啦。咁而上边呢一度咧亦都有一个金色嘅爬山扣啦。咁你只要扭开佢就可以咧扣喺你个背囊上面噶啦。咁但系成个耳机盒咧非常之型格同埋镀金色。咁如果撞花咗嘅话咧，应该都几心痛噶。而呢个充电盒嘅电量指示灯咧就喺后面噶，咁亦都相当之方便啦。咁推开咧就可以攞到对耳机出嚟。如果你想 check 呢个电量仲有几多嘅话咧，只需要将耳机攞出嚟，再放翻入去，咁后面咧就会显示翻有几多呢个电量剩噶啦。咁啊，攞对耳机出嚟同大家望望先。系啦，咁啊耳机咧上面印有呢个 logo 啦，非常之靓仔噶。成对耳机咧就非常之型格。咁真係配合到啊！今次呢個電影啊，同 Rock 一齊 cross over 嘅一個金屬男人味啊！好啦，咁啊，除咗耳機之外咧，咁另外咧，佢亦都跟埋一個咧簡單嘅耳機盒噶。咁如果你唔需要帶咁大個充電盒出街嘅時候咧，咁你只需要咧將耳機充滿電咧，就可以咧放入呢個咁輕巧嘅收納盒，咁啊隨時咧可以變攜咁帶出街啦。单从外表睇咧，耳机本身望埋去咧就大大粒，好似好重咁样样。但实际咧使用起上嚟嘅时候咧，我又唔觉得有啲咩重量嘅。咁用落咧都几舒服嘅，尤其是再配合埋 Sport Fat Fit 嘅呢个耳托咧，就算咧你系跑步啊、大力摇头都好咧，都唔会咧咁容易跌落嚟噶。咁对于经常咧做一啲高强度运动嘅使用者嚟讲咧，呢一点咧就能够更加放心啦。讲到操控方面咧，都非常之简单噶，全部功能咧都系透过耳机中间呢一个 logo 揿落去咧就已经可以噶啦。左边耳机咧就负责耳机嘅连接或者系断开啦，长按嘅话咧就会叫出呢个语音助理啦，而播放暂停咧就揿右边耳机一下，揿两下咧就会跳去下一首歌啦。同时亦都负责咧控制埋呢个通话、接听同埋收线噶。而
用起上嚟咧都唔需要咧經常攞部手機出嚟，咁就咧可以更加咧專注去做呢個運動啦。講到實際使用嘅時候咧，我發覺呢個耳機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功能，就係 Bionic Hearing 啦。大部分入耳式嘅耳機咧都有一個阻隔外面聲音嘅問題噶。對於外出使用嘅時候咧，都會俾人一種咧唔安全嘅感覺。而 JBL UA Flash 咧就具有呢個 Bionic Hearing 嘅技術，提供咗 Talk Through 同埋 Ambient Aware 兩個模式。咁喺左邊耳機撳一下咧，就可以啟動呢個 Talk Through 嘅功能，音樂咧就會即時收細，令到你聽緊歌嘅同時咧，仲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咧輕鬆咁樣面對面對話噶。而撳兩下咧就可以啟動呢個 Ambient Aware 啦，你就可以有效咁感知周圍嘅環境聲。仲可以唔使除低耳機嘅情況之下，可以大大咁樣提高呢個警覺性。對於經常戶外運動嘅朋友嚟講咧，就更加之安全啦。今次 JBL UA Flash 嘅續航力咧非常之驚人噶。本身耳機咧喺充滿電嘅情況之下咧，已經可以連續咧播放5小時嘅音樂噶啦。再配合埋呢個充電盒，續航力咧仲可以提高到25小時添。相信咧，一般用家咧都絕對足夠噶啦。而 Bluetooth 嘅版本咧係用緊呢個 4.2 version， 而音樂嘅解碼咧就用緊呢個 AAC 編碼，收聽高品質嘅檔案咧絕對冇問題噶。但係睇片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咧幾明顯嘅延誤情況，基本上咧都對唔到嘴。呢一點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。好啦，講到最重要嘅部分就係聽感啦。咁今次呢對 JBL UA Flash 完全係俾到一種咧好震撼嘅感覺俾我噶，節奏感咧十分之足夠。完美咁配合運動時候嘅呼吸，可以激發更大嘅動力啊！真係做緊運動嘅時候咧，都落力啲嘅。而三頻方面咧，平均分明，人聲同音樂咧就唔會攬埋一嚿，分析力十分之強。低頻圓滑咧而夠彈性嘅。如果你中意低頻亮感嘅話咧，依對耳機咧絕對可以提供到俾你嘅。而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嘅包圍感啦，音樂環繞喺耳邊，聲音穩固實在，音場就恰到好處，音質咧相當之有質素嘅。好啦，嚟到总结嘅部分啦。整体嚟讲，音质同埋佩戴嘅稳定性咧，都取得唔少嘅分数噶。相信厂方咧都喺呢个调音同埋外观设计上咧都落咗唔少心机噶。再配合埋 Bionic Hearing 嘅技术，大大咁提升外出使用嘅安全性。而且耳机咧系拥有呢个 IPX7 嘅专业防水认证，充电盒咧都可以达到呢个 IPX3 嘅防水规格。两者加埋咧，真系打风落雨都唔怕。价钱咧同耳机质素咧都算系成正比噶。如果大家要求一副音質好、多功能又不失型格嘅耳機嘅話咧，喺預算夠鬆動嘅情況下 ，JBL UA Flash 咧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嚟噶。好啦，今次耳機評測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咧就喺下面留言啦。如果未訂閱嘅話咧，就可以隨時 subscribe 翻，咁就有翻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噶啦。好，咁啊睇睇下一次有啲咩新嘢介紹俾大家先。拜拜。